主厨，我怎么可能嫁不掉？料理大赛。心就要抓住她的胃，你不知道吗？所以会做菜很重要的，四位才华洋溢的美女，一般高啊，你知道吗？一般高真的，但是我们的才华厨艺不一样啊。怎么了？对啊，其实我们都还蛮中上的啊，而且我们都很愿意为了男生学，学什么？学厨艺，任何。你想要教我什么？我学积极一点，我学积极一点。知道现在谁最急了吗？除了张文琪最年轻的，有不到30的是最急的，其他三个说实在，你觉得你算急的举手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要举，我举一下，你为什么不举？为什么要举？你不是里面最大的吗？我只是年纪没有大，我跟年纪没关系。我们两边都有婚顾啊，不，都有料理顾问。有新秘辛要来了吗？今天我们的主厨变婚顾了，各位小心哦！欢迎吴秉辰凯，欢迎各位。哇，帅气，帅气，哎呦，很棒！哇，金酱肉丝，来准备各就各位，计时开始。嗨，加油！小心，小心手！哦，这肉怎么这么冰啊？撕哦，文琪。对，两个顶级的。什么？所以说刀文琪也有顶级啊。这个刀应该要这样子，这么厉害。对不起哦，吴雄加油。你那是条哦，要撕哦。撕啊，看差不多大。它一片一片切。可以。你真的觉得差不多大？差不多大啊。哇塞，我觉得前面就要花10分钟哎。完了，不要这样。加油，吴雄。现在发现两个人切的速度差不多。刀有点，因为刀有点钝，这个刀，文琪，我跟你说，这把对是你们的刀出问题，是不是？给你一把利的刀，很紧，刚磨好的，刚磨好的，小心，有哦，有差哦，有差，有差很多，所以50几个人看你切肉，当然有差，刀子有差哦，可是速度是没有差的。不要这样，不要乱讲话，给，台湾餐给我，来不及呀，好可怕。小心啊，小心！看你怎么不良心，我发现了，我发现就来不及了啦。哎呦，哎呦，还知道这样，不错哦，不错哦。你有用过大头针这样刮过吗？没有哎，我第一次刮。因为在市面上那些工具材料店是可以买到直接刮的，真的，直接刮好的。还有好多不良品，不错，要刮开啊。对，用发夹行吗？哦，很好哦。我还用切的。哦，哇，文琪用切的，他想显示他的刀工。喷的到处都是，认真。其实有时间的话，我也想用切的啦。这样。这把刀真的是蛮切的，有点狼狈哦。你要切多刀了？哦，这个刀，我说这里两回啊。那边，好，来，小心啊。这先切到哪里了？小心切哈，不要受伤了。是的。青酱肉丝大概每一年我们也会做一两次的。哦，会有。二姐的刀工真的很好。哇，二姐只要你可以切而已喽，你再切到就没有人了。你再切到后面就没人了。有了，我要挡住啊。应该火对半。对耶。对。小心小心。你的丙级是多少钱？不是。用三架拖机给我呀！我来，赶快来保证班呐！而且你还直接对砍哦！小心！也是耐人寻味。哇，在这边花了5分钟了。怎么对砍？这个时间加长。备料对很多做菜经验少的人来说，的确是比较花时间的。这备，而且这刀工很多，所以要很多要有细腻度。对啊，不能急。差不多了，我要回去了吗？对，好了，可以的啦，不要再切了。哇，这个重口味的耶！二姐，你抓了什么啊？为什么这么黑？我抓了就是玉米曲，然后还有酱油跟糖、玉米粉，颜色特别深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湿啊？对，很湿。因为有油啊。
我知道有胶，有150，140，已经到了，140，那边要180，不一样。你要哪一？你要不要互换？两边的油温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油温造成的口感，口感不同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不一样哦。我下油温已经到了，可以，油温有点高，可以，有点高，可以，可以。确定，全部进去。哦耶！马上，马上，马上，马上。OK，这跟你无关了，这边这个跟你无关。马上，这样，马上出来，出来，看一下，出来，出来。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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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。你们油温比较低的，出来比较好。不要亏，不要亏，不要亏。好的，面都已经过油了。有，可以有，可以有，自由。建议的油温多少？多一点，建议的。120就够了。对，要更低哦。对，低油，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。因为你高油温，肉一紧实过来的点啊，得嫩啊。摩擦力点啊，可以，自由，自由。阿姐是说120，啊，100油温120，150。好，那开始要让它调味了。我们要来求救了呗？要求救了吗？召唤师傅一下，要不要？要吗？要吗？后面，哦，这边啊，对，我们要召唤师傅30秒，30秒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师傅 go， 泼好多水，哇，30秒而已。哇，为什么要再洗一遍？对啊，拉肚，时间不够，拉肚了，拉肚太长。开30秒，把酱汁调完。它会抖哎！哦，要请 K 帮我们抢回时间。5秒，4、3、2、1。你们做直播的时候，这个剪炒一下。对 ，OK。开始做是不是？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做不做？有做到，调味。来，还有两秒，看对面走。调味，召唤师傅，30秒。计时开始。好，做完做完，加油加油，师傅，冲啊！走走走。里面是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对，酱油还有糖。糖。还有什么吗？等一下，试味道，要试味道。哇，好漂亮！颜色比较，这颜色很浅。对，它用这个。5秒。它火就比较大。过去的吗？然后呢？我们等一下怎么办？太快了吧！快一半就好了。好了耶！好了耶！做完，好香哦！好香哦！我们的30秒应该用的恰到好处。好太久了吧？你不怕你的肉太熟啊？对啊，可以，刚刚好。刚好。等一下。不是做3杯哦，不用，这个要三锅了，不要三锅了。再炒菜变3杯了。这个先放，可以，这个先放面，先下面还有这个上面。黄瓜铺底的。还有这个酱油拿走，好铺上去。前面试吃，有试吃，三个都有。肉铺上去，再盖那个葱网。我们会有好几层。哦，这样。嗯。好，时间到。好，可以，来。等一下。好好堆叠，好好堆叠。前面的节目一开始就已经问到了四位今天代驾女儿心的四位参赛者，里面起码有3位。对于嫁人这件事情，婚姻是很期待的。嗯，谁今天因为今天的考验能嫁得掉？请上桌。金酱肉丝，两边的做法有点不一样。嗯，你们先好了吧。嗯，对，这是你们的呢。好，谢谢。有嫩哎，好吃。你看这边，我是弄他的肠子，一个面条，我觉得香肠，好像肠子，一个面条啦，没切断，完全不一样哎，那真的是枕头，好不一样哦，准备纸牌，赢的那一队，就可以选择搭档。一定要换，输赢结果如何？准备，1、2、3，请举牌。不要！
味道上面，我反而觉得这边的味道会比较好一些。对，因为从里面到外面都是金酱的味道。那再来是它的刀工，说实在的，我看它的葱丝很认真的切，对，我觉得这有加分呐。阿就是给了你们肯定，来，请坐。吃了它的肉呢，还是很滑嫩，而且它的味道，酱的味道炒得很到位。那这边呢，有一点点拌的不均匀，不均匀的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下酱去抓腌的时候，没有完全把酱给和开。嗯哦。啊，一嘴咬就几个，你知道不？恭喜这边2-1，获胜，漂亮。